OK，然后要开始收。啊，这，你是我这大，敢嘛要买毛豆？我这毛豆我咧套皮啊，套皮啊，套到就上车啊。退皮了，大哥你捌买过吼？你捌买过无？两百了，毛豆要吃两百块。这一包毛豆两百，三包卖两百，我四包你啊卖，我下多你啊买，我加一包送，两百块。收钱？两百要吃毛豆无？ 上星期几？我讲加一包你啊，两包了。来毛豆，咱们吃收钱啊，三包四包了，四包了，才上来五包了，凊彩啊，加一包啊，两包。后面吃毛豆无？毛豆过来，咱们吃啊，有啥？来，加过来一包。够了，咱们要一包的无？一包，咱们试一下无？一包，咱们试一下无？大家。一包，咱们试一下无？一包。 我今日毛豆我无骨也袂袂出，炸三星嘛，今日一包。来只。一包够袂啊？我真正哦，总算袂一收啊，够两千块努力嘞，我够两千块努力嘞啦。来，阿哥你等下帮我开会怎么了？几秒啊？这边有啥物？来意大利面要吃哦。来，你先阿收钱。我收啊。白酱偌济？十五包。多少钱来？白酱啊。 我先可以，还无行无够，是吧？老三，一包一千，给人家了，是吧？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二。意大利面有啥？我红酱，不青酱包。青酱酒，无白酱的哦。 我什么？我青酱。伊讲三杯要五包。我今麦要番茄。来，五杯的钱啊，我先要加个处理啊。好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。哎，别上面叫。红酱干几包？红酱干几包？ 青酱一包呀，来，我来，来，直接这样摸中。青酱一包，后来直接这样摸中，不要搞来倒的。意大利面过来要吃啊，看还袂记袂哩。有人要来无？剩只俩白酱100块。白酱意大利面一包要来无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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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够不？你去因为之前就我变来帮我忘记，不过你去是看什么啊？借个什么来来咯？哇，你有一箱存一份的了。哎，恁这人家敢会当搞买鲑鱼？买鲑鱼当去蒸？这鲑鱼上好食，这鲑鱼当凊彩蒸蒸的落啊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我都。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300块少，300块。这退冰的红记记水当当，那无歹做。那人要食迄个鲑鱼的无？金龙沙士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人退落啦。300上面一个红鲍鱼啊。有要食鲑鱼的无？300落啦。红鲍鱼有人要吃的无？300。你无熟货，你有听到无？这两盘都两斤啊！啊，这边坐啊！两斤啊！来两个！你五百，你又买袂着啦！来啦，这边你敢有10块咯？你去考虑啦，鲑鱼。来两个。三百二呢？鲑鱼呢？三个。收钱啊！啊，你差不多。三个。平均啊，300。哎，最近哦，最近哦，你若出门哦，麻烦早食我着。最近暗时拢起寒。哦300块，啊！你平常无人要食鲑鱼？阿家俊，最后这300，阿妈鱼呢？一条出剩偌济？一斤剩100块，我无爱。最后这个上面只鲑鱼，第一个咩相？无爱阁拜托啊！第一个相？啊，这个大啊！大俊哥，你200啊？加等于几多？卖阁拜托啊！吼，哎，今仔足寒，要怎遐困呢？来只，来加。有人要食鸡腿个无？两啊两啊，员工薪水要几啊？免300、500，200块我，200块给我就好了。一斤鸡腿两斤，哎，那个圆通烧一箱，等下那个人过来，拢有买圆通的啊？3、5支哦，你这3支够哩？300免200了，拢无过来哦。200块，最后你送几支啊？最后你，可能免哪个有中？200了。
上最前帅哥啦，你要去吃五十啦，对啊，你去吃五十，这全部拢我哩啊，这个是这拢皮啊，无啊，鸡拢我哩啊，无啊。再来要个啥？白酒来啊！哎，你们吃马来西亚炒虾无？马来哎。啊，来，伊就鸡腿公上去上牌啊，鸡腿公咯。哦，来马来西亚。来，我是看马来西亚炒虾。炒虾。我都鸡腿公。阿姐，恁过年一定爱来搞买这哦。恁袂共落钱，单落350哦。恁莫无来搞买哦。我最近逐工都卖了足好个。啊，啊我共落一张350的单，350哦，这哦。我一定甲叫350哦。我啊转去高雄啊，我今过年绝对无靠买，我买起价，恁买无买要起啊。一问我也甲发落去啊。爱食的人计免3000-2000即落去啊。你甲食看卖，妈啦，有够甜，有够脆，你甲脚甲飞落，再看拢免一只死蛇。你若讲买人家当个甲杀落，你就知影脚有偌甜啊！爱食卖3000-2000，1000块上面吃。来吃，1000块上面吃来，先摸着哦，摸着。来，我只有三个人家搞买了，卖少一个啊。最近你老你看完影片，拢知影我这卖了真好啦。我拢凊彩客啦，随机的啦，大家客起来就是这个品质啦。安尼啦，妈来啊，有水无？大只无？1000块啦。来啦，我只要搁送你啦，只要搁请恁啦，只要搁你啦。今仔你先客钱，我不爱啰嗦啦。要食大鱼一定要感慨啦，只要搁你啦。外口一个行情，你即摆手机啊谷歌，马来西亚你有比小姐来甲你讲啊，一个拢400几块。我这衫卖你1000块，你现金200几啊？等下。安尼你免来怀疑啊，我只要卖你个手机，1000块钱搞起来，1000块。来，姐。哦，恁看一届啊，遮粗，拢免转，拢免转，我寄衫起来，拢凊彩寄，随机的，遮水啊。我最后搁寄，我最后搁招一个人寄，我是要甲做优待哦，大家人寄欢喜一下啦。最后搁一个寄钱啊，感谢恁的支持，安尼啦，1000块啦，快点到位啦。我两分啊。来每一次就是这样子，都没好笑的，都没转，品质都爆几把，来弄给我，够贵耶！我跟你聊，来，爷你够贵耶！我结婚啦！你平时讲的哦，他说你平时一个八百两都无，300块了，你要找人都包，哪里无？你那边买满1500，你来这小摩彩券1500写一张哦。你莫无笑，高点要开奖，你免烦恼。你若无一只，嘛敲电话你啊。过来人加点啥？围挡好，围挡我随便买，来加一个睇下去。你到台湾来无买到这包鱼翅鸡嘛？拢无啊。这包鱼翅鸡汤头甲料，你食看嘛，一只2420，这两只800几块。我来讲，恁台湾来无买，两个人加买没有了。卖就800，卖就700，500买啦，两个价钱将近两点四斤，先价钱的300了。来300块，有人要吃鱼翅跟300块，鱼翅跟300要吃无300。下去走。你只要迄落，我咧弄，我袂杀个啦。新巴布啦，哎，那个什么新巴布啦，来，两位就摆叉来咯。白手两位吃无？白手这太好了。来，多钱的？这免台，要吃免钱啊？来，要吃300块就好啊。来，摆叉要吃300块，叫来300了。来，白手要吃300就好了。有人要吃白肠的吗？300块。来两个，白手过来买啊，无300。这太好了，这免台啊，大家情意单单，行情说来真甲吹尔。来，金龙三四个人，来七个人给300了。来300块了，来。我来讲啊，香蕉人买我搁送啊，再搁你来300了。来，搁有要吃白肠的无？300块，再搁你。来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啊，来啊，给点钱啊，再搁来啊。来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300搁要吃白肠的无？啊，收两个。要招一个人给300块无？再搁你了，这里再给你了，摸起来真正啊，摸起来再搁你了，来啊，300攞给我，攞给我。几个？两个。来，搁有要吃白肠的无？300块。拢有啊吗？
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你说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我来拍谁啊？来，来休息。